据了解，参加联演的中俄陆军战斗群在参演的中方陆军战斗群由沈阳军区某机械化集团军所属部队组成，主要装备包括重型坦克、自行榴弹炮、防空导弹、武装直升机等，按照作战任务编成三个攻击分群，一个炮兵群、一个特种突击队、一个陆航分群、一个防空分群和相关保障分队。 在实兵演习划分的联合风控立体突破、机动抗反、纵深围剿四个阶段，完成联合反恐行动的演习任务。重型坦克、自行榴弹炮、防空导弹、武装直升机等，按照作战任务编成三个攻击分群、一个炮兵群、一个特种突击队，针对这次联合军演，中俄陆军战斗群参演人员多、装备多、指挥协同难等特点，中方陆军战斗群采取大联合保障的方式，加强了对中俄陆军参演部队的指挥协同、地面保障等各方面的协调工作。 据了解，参加联演的中俄陆军战斗群在实兵演习前还将进行核练和预演，加强双方的协同能力。